陈志尧、徐淑敏和沈卓莹一向都是好姊妹，他们虽然各自有家庭，但都会间唔中约出嚟见面叙旧。日前陈志尧就 post 咗同 Suki 同沈卓莹一起做普拉提嘅相，相到见三位靓妈着住运动装，身材 fit 到爆，只系化咗淡妆就已经好靓女，比起化浓妆更加清新可爱，肤质状态都唔输俾靓妹，话系大学生都有人信啦。当中 Suki 嘅身形更加系点睇都睇唔出生咗三个女。屋邨出身的 Suki 自从2009年和富商王浩结婚之后就淡出幕前，仲四年抱三，之后她全力照顾家庭，过着上流社会的少奶奶生活。